第一次打球吧？温情提示一下啊，蒋总这人呢爱要面子，如果你没打过高尔夫，你就说啊，你腰上有老伤，打不了球。谢谢张总提醒，感激不尽。不客气。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星光的方总。方总您好。好，安姐姐，这是方总。您好。这是我女朋友安静。哎，真漂亮。哎呦。I like golf, but I don't play well. In China, we have one old saying: competition second, friendship first. So we enjoy the happiness of golf. 大伟，你这新女朋友可比你以前所有的女朋友都出色。你可真是艳福不浅啊！啊，是吧？我来晚了，路上堵车。啊，美女是应该的嘛。呀，张总是越来越年轻了，看来这个爱情的力量是不错。哎呦，看您说的，王总现在越来越会说话了啊！我这哪算年轻啊？要说年轻啊，还得说我们蒋总。蒋总那是青春不老，你看这么多年就根本没有变化了。这倒是。哟，蒋总，哎，又是交了一个新女朋友？什么又啊？是好久没交女朋友了。来，给你介绍一下，那有幸的张总。张总，幸会。幸会。这是她男朋友，永新的副总，宋阳，宋雪。嗯，宋先生，你好。你好，安小姐。哎，我们换衣服吧。啊，对对对，换衣服，换衣服。第一次打球吧？温情提示一下啊。蒋总这人呢爱要面子，如果你没打过高尔夫，你就说啊，你腰上有老伤，打不了球。谢谢张总提醒，感激不尽。不客气。你要是不自信的话，我让你三杆怎么样？王总，人蒋总需要你让三杆啊，你说要真让了人家三杆，蒋总要是赢了，这传出去多不好啊。哎呀，你听听，你听听，这说话的艺术就在这儿。这表面上啊是在夸我，这实际上是在帮你啊。哎呦，哪有啊。哎，蒋总，今天要真的不舒服，让你新女朋友替你啊。女孩子输了，在咱们圈子里传出去也不丢你蒋总的面子啊。哎，这次啊真的是在帮我了啊，我听得出来，听得出来。安静。哎，那你就帮我跟王总过两招。我啊，对，别怕别怕。哎，大伟怎么样？哎，你这不是逼着我让你遛杆吗？如果我赢了的话，我这胜之不武啊。哎呀，不用不用不用，一切照规矩来，一杆都不用让，胜负我自己负担，好吧？你看人家蒋总多大气啊。去吧，去，来来来来来，我们看安小姐的啊。打得不好让大家见笑了。说要让你遛杆，你说你中动长动都能抓鸟，哎呀，真是实在不知道天高地厚。哎，哪里哪里，我今天啊不过是运气好而已，您承让了。Miss Anne, you play very well today, so next time you teach me, okay? Sure. Your husband play well too. But
不好意思。哦，那个大北啊，我今天输得心服口服，下次再也不敢找你打球了。哎，对了，我还给你带了茶叶呢。那去拿茶叶。哎，敢不敢？哎呦，我去拿茶叶。走。那你们等我。好，安小姐，今天这风头出得可以啊。不过我要提醒你啊，小心乐极生悲。我的事儿就不用张总您操心了，我倒是想多提醒张总您一句，这女人啊，年纪大了，身材很容易走形的，建议您多练练高尔夫球，光坐床上运动可是不行的，小心伤到腰。下次请您喝咖啡。我说安静怎么这么嚣张呢？原来是傍上蒋大为这个财神爷了。真没想到他高球打得这么好，所以说这么多年他也没白混，肯定是下了狠功夫。我就看不得他刚才那嚣张的样子。我不管啊，你得给我出口恶气。你打算怎么做？安静和许墨轩不是有个女儿吗？回头找个私家侦探查一下，给她拍上几张照片，发给蒋大伟。张姐，这怎么不舍得呀？哼，那算了，既然你这么不舍得让安静吃亏，我怎么舍得让你为难呢？不是，你误会了。安静现在对我来说已经是一个陌生人了，而你却是我的亲人，我怎么可能因为安静让你不爽了？你放心吧，这事儿就听你的。等回头呢，我找个私家侦探。怎么了？刚刚还好好的，怎么现在又不高兴了？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我初恋男朋友的事吗？记得，你说他傍上一个女富豪就把你给甩了，怎么了？记他干什么？本来啊，这辈子我都不打算再见到他。可你说这世界就这么小，我刚才在球场里面居然碰到他了。谁呀？该不会是那个宋阳吧？啊？你怎么知道？就是他，嘿，哎呀，那张丽媛会看上这个小白脸啊？哎，不过话说回来啊，他对这个宋阳还真好啊，不仅手把手教他怎么做生意啊，各种重要场合都带他出席，这人前给足了他面子。你说这个。宋阳心里现在还会不会在想着你啊？怎么会啊？哎呀，我跟他那只不过是小时候年少无知犯下的错误，这根本就不是爱情啊。他特别小心眼儿，他看到今天咱们俩在一起，心里肯定会不平衡。我是怕他会找到你，在你面前说我的坏话。我这么大一个老板，会听他那个小白脸在那搬弄是非吗？好。
走，去二楼。好。怎么样？你觉得这个设计怎么样？真不错。就我设计的。你设计的？看不出来吧？真没想到。